宝骏汽车城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广西柳州，柳州就是一个汽车城市啊，著名的五菱宏光、宝骏都是这边生产的。今天到他这个生产基地去看一下，这边有个超大的停车场，这边是装配中心，就是生产车间。然后这里的大道也叫宝骏大道，这个宝骏的实力很厉害啊，这个路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。这个围墙里啊，全都是汽车，超大的停车场。我现在走到这个跟前看一看啊，只能隔着栅栏看了。哇塞，太壮观了！这边停的全都是雪佛兰。它这个分了好几个区呢，最边上这一排全都是雪佛兰，然后再往里就是宝骏那个小车小蚂蚁。雪佛兰也是上汽通用的吧，全都是新车，上面这个白色的膜都没有撕掉呢。这边都是 SUV， 这是雪佛兰哪款呢？锐界吗？我也不太认识这个车。太棒了啊，很多大板车就去那个入口处装车，装了一板车然后就拉到全国各地去了。之前我在北京卖车时候，我们那个东风的车就是这边生产的。第一次见这个汽车生产场地的这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我估计放的有上万辆新车，太壮观了。我飞起无人机来看一下啊，从空中的视角看得更清楚。